而且聊的已经不单单只有球场上的球技而已了，连球队的管理都他们都很有兴趣。这个球在界内一路滚到了右外野全垒打标杆的标杆下方，最后八棒的打者杜文孝在这个时候击出了一支深远的安打，球路偏高啊，杜文孝在挥棒上面，尤其在外角偏高的地方啊，他的挥棒轨迹啊，他的棒头并没有倒得很离谱，所以球才会留在内野。